请红友，何将军，何将，也啊，天文大魔灵动也，八位十八级，啊，这个高阶主任长，啊，这个开宗圣王莫公文啊，啊，这个庄主陈崇德，啊，带领庄长就是先行领导，啊，要将我啊，中国带了，啊，这个感谢信，啊，要来红莫娘娘要来回乡，啊，将庇佑，啊，这次啊，将回乡平安顺遂，向三红友的一红友。 再红友，三红友，再一名，来再行最经典，一鞠躬，再鞠躬，三鞠躬，来恭请咱这个红帽娘娘啊，这个，啊，要来起驾。 录影哎！哈哈哈哈哈！请安全，请锁好车门，请保持安全。这个设备对我们要做定义了哈。 皇帝的菜，嗯，红甲本红地多嘛哦，你啊你不是俄皇宫的皇帝吗？土皇帝，强盗，流氓，要不要包那个了？我帮你包了。我起立。怎么是你擦过的我擦？还没擦啊？嘴巴没有先擦？没有，冰块了。 要擦完了，擦完了。对啊，过几天，过几天。我这样可以。 不是在照你啊，我在照后面那个人。不要照我，照你后面那个人。哈哈。他今天呢，早已。 没有防御的功能，但是呢，它仍然是一种历史的见证，它连接古如先的前世与今生。来，我们所有人，所有人，坐下。
两个机甲，稍等嘞。睡着，把你背。
啊，在向啊，这欧姆江、欧姆人民的国客主任长啊，这欧姆人民啊，在向啊，这个三吉乡的基丘啊，这欧姆江啊，这个国客主任长，向江平会进行信徒啊，电啊，属龙工商万事如意，让平安顺遂大咱钱，这次啊，再来朋友啊，大家信徒平安顺遂，向三吉乡的一吉乡。再吉祥，三吉祥，谢谢。
三，耶！嗨，嗨，哦，按摩摩，按摩摩。
由这个两江流会当成信徒，我就互相万事如意啊！这回回乡回台湾，大家咱顺顺大赚钱，行三吉祥的一吉祥，再吉祥三吉祥啊！这祥者和莫牛牛啊，这个起价起价。一些王母的这个像，王母的像，这是太国光的，太国光的，好，介绍一下，下来。给来个100块还吃不完。哦，第一次第一个，加班加班，不表彰，不表彰的，没有，再来，哦，镜头上多。小路，好，哎，所以上下山。
动一下。动一下，跳一跳，有声音。好，我们如果哪一位朋友不想上山的，你可以在附近转一转，然后十一点半到旁边那个餐厅等待他。这个要动一动啊、哦！动一动啊！那我们跳一跳。还好那边这样子摇一摇。晃一晃啊、哦！哎，很好。咱是活生生的，活生生的旅游。OK。下一位。可以要站。下一位。来来来。一二三。对啊。挥挥手。挥挥手。耶耶耶！快上快上，最帅的还有你，这边镜头电视镜头可以客气哎注意安全。我好厉害，小心一点啊！吸气，呼气，元气大增。元气大增，快到九十度了。那个桶子上面，七十度，七十五了。七十五啊，七十五。啊，现在看到的是在1983年到1994年经过三次审核车以后的。可以到上天厅的台阶数呢，总共是369级，369，分为三段。哎，等下我帮你翕几相。象征着三清高照，六六大顺和九九归一。所以说呢，这个非常有趣的画像，这个369向上走，上往369不要啥啥的。那么这个天梯呢，一共分了三个坡度，分别是65、66和77。皇帝问道。道，内容原住民教法。广成子。这庙是重修的。东西南北中。哦。景色美的咖啡有没有的颜色？东邪西毒。中神通。十五米，上这么早就要有好是吧？注意安全。加油加油。Yeah.
是，栩栩如生的。尤其我们看到两条龙，它的这口，一个是张的，一个可能是闭的，它就体现了当时在明朝。又要动一动了。快去拍啊，陈吉明。你就要说些了。说些什么吧？知道。没开杠啊。老聂，哎呀，我喝酱，喝酱，哎呀，吃好吃。你们光讲个纯下子，爱讲，爱讲真正的话哦，真正吗？真正好吃，真正，真正，真正啦，真正哈，真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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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这是露营哎，活动露营，跳一下。跳什么？介绍一下你下面那一根哇，那一条是什么？棒棒。太可贵了。不要动。哈哈哈！等你做结果。上车啦！啊，你们要亲一下。哦，那我就等啊。哇！安尼观众会冻袂掉哦。好，我们所有的朋友在检查我们的随身物品，检查你的贵重物品。啊，手机。唯独他们村子的庄稼长得特别的萎靡不振，只能年年靠政府的救济来吃饭。可以啊。可以啊。紧一下，我们家。挥手。啊，这样按摩吗？这算按摩。哎，把脸露出来。耶。落雨天。哎，那个小朋友把脸露出来。小朋友，哇！露脸没有比赛。啊，大家不要乱敲脸啊！这是你要比赛吗？哦，行万里路，冲冲冲！看看镜头，有车。出游。小朋友要去哪？我要去外景山。
小朋友去哪？我已经生。小朋友要去哪？这边生请。小朋友叫什么名字啊？小九明。小九明。Go， 冲啊！哎、yeah, ，我下山。我下山。好。耶。哎，不赖人啊。耶，哎，这位美女，耶、yeah。好了。这娃在干了。挥挥手。哎。救命！哎。救命！救命！耶！男导游，笑一下，笑一下。笑一下，不要再蓝桥脸啦、啊！哎，哎，哎，票，哎票，没有了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嗨嗨嗨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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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半只手，走。我们八个最厉害，
所有的干果类都一样，冷量很帅啊。不光是对这种的干果，对松子是有松子油。好吃。你去抓吧，这样吗？有加班吗？他就是那个比较高的，好啊，好点都便宜啊。哇哦！来，这个不要了吗？没有啊，要啊。现在没有羹，不是宽。耶！好假！哦，赞！耶！加加鸡呀！面向军阵，雄赳赳，气昂昂呀！秦始皇呢，堪称千古一帝呀！这是第一个人物。一旦在咧包装形形态吼，咱讲一下脏，我就臭到即嘛。吼，这我袂使，我袂讲话啦吼。我那自家吼，我感觉真爽快啊吼。呀，这里要甲咱这个啊所有吼来参与这个啊贵宾以及咱公司这个人员吼，呀因为吼，咱等下有一个庆典吼。临时的话，看看爱取消无取消袂使哩，因为吼去到遐啊，爱看吼，迄远远干呐要看遐一丝仔物件哩，搁近，啊尤其搁恁遮大家拢少年拢食嗨，啊目睭拢歹，吼，搁看嘛看无啥，哦，啊咱所以讲吼，要来甲取消啦，啊无因为鞋啊啦，大家拢淡淡啊啦，哦啊嘛感觉袂爽快。咱明仔载吼，咱来西安上重要的，咱就是要看迄个兵马俑。兵马俑这吼，这是秦始皇所留落来吼，这无去看吼，真正袂使哩吼。所以讲吼，啊，咱这个吼，咱因为吼，这有遮侪位人来参与吼，唔是加咱少年啦，无过可能加咱西安吼，咧大暝吼，可能还七八点以上去啊。所以讲吼，咱这个。肯定吼，来个促销，你想好阿爸？哦，欢迎啦吼，好，袂歹啦吼。那因为吼，伊这有门票的，有门票的吼。啊，我甲这里讲吼，要水啊水的特型哦，我话卖啦吼。规期怎啊加加菜安尼啦？哦，好无？哦，好啦吼。哎哎，啊，感谢吼，啊，咱所有来参与这的贵宾，甲咱这好朋友，啊，甲这两位吼，八十三岁吼。阿母啊，吼，阿爸甲阿母啊，阿母啊，你安尼，拢看我节目，看电视也是听心机，哦，拢听心机啦，吼，这心机哦，他听我的收音机，广播电台已经听了十几年了，十几年了，老客嘛，哎，对啊，他们就是我们看你们电视的，呀，家里啊，再次感谢吼，啊，相信的王母娘娘的啊，拢会保庇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啦吼。呀，再次感谢吼，啊，感谢咱吼，啊，咱中国大陆的咱这个吼，原导游，原导游哈，感谢，谢谢。
错，哎，真的，这个年轻人不错了，哎，如果在台湾的话，我有电视台，也有广播电台。我不会讲闽南语啊，没有，慢慢学啊，慢慢学也会啊，哈，哎，有机会到台湾我们的电视公司来玩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啊，还感谢咱阿哥啊，哈，我那一路哦，对，足辛苦，哎，把咱安排这路程哦，有的人挂到哈。38,800，38,800，然后38,900啦，哈，爱惭愧就够，爱惭愧就够。哎呀，这里吼，人有诶讲，感觉讲唔安啦，较贵，啊，其实吼，有我有甲比较过，人诶40,000+足济，啊，所以讲吼，干那咱坐只车落去就够大啦，搁带咱去迄款吼。风高野外放尿，这点拢无甲恁算钱哦。这我会感觉，我有感受到就对啦，拢也无甲恁算钱呢吼。啊，所以讲吼，恁体会到这款哦，这款的这个吼生活吼，原始的吼，原始的这个生活，这也算袂歹就对哈。也这里啊，再次感谢，啊无咱就接等下西安吃饭啦吼。也感谢，谢谢哈，也欢迎大家。我们吃肉有五花肉呀，他们土有五花夯土呀，再走五步，你打没有了，然后再往旁边打，就把这陵墓的长河关就测量出来，测量出来过呢，我就去找他去。他不像西安那么的四四方方，那么的错落有致。那么宝鸡呢，可以说是周文化的发祥地，周文化，周礼，周文化的发祥地。周朝的第一个帝王叫周文王。那么他真名叫纪昌，由于呢在姜子牙的辅佐下拉开了他周朝808年的历史。他不像西安那么的四四方方，那么的错落有致。那么宝鸡呢，可以说是刚才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在前面看了一个小小的电视剧，一个盗墓有关的电视剧，可能大家也非常熟悉，在关中平原这个地方的陵墓众多呀。你要问小孩子吗？应该是馒头好吃吧？他最爱吃鸭肉，还是还要吃鸭肉？我不要。辛苦了啊！这一趟，那个真的会吃的。我一条都营养不良的。有人不要这样。哇，葱油饼真的葱油饼。刚刚剪下来的八公。这个好不好吃？欢迎我，上宝。吃山药。吃山药降血头。爸爸。好好肉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太油，很小白兔嘞，你脚骨要一个五千加，五千吗？没有，上大，你脚骨，还有几道，还有几道菜，过来，放在上一看啊。酱油拿出来，很久了。酱油出来了，我们就出发了。烧的啥？马上给你拿过来。哦，别把这边我这边我用就好，我就好了。身上没有。过来是啊。来。哦。哎，过来，给你。那个满天干桂鱼啊，来，那个盘子拿走来。我你啊，你三个第一句啊，你要这么讲白？对啊。我来去踩。有个菜，有个菜一锅。对啊。这个王路老板好。谢谢阿姐。这样好办吗？我感觉要简单哦。这帮我办吗？我要到达真，恰恰加速度。好的，下午。Thank you.
下嘛。下面铺的那个秦砖，还有这个黄土，还有这个黄土上面烧过那个黑的颜色，那是上面的隔梁上的木头，和木着火以后留下来的炭灰啊。一边也不同，兵马里面有将军，
头戴双尾客官的叫江鱼。刚才你看那竹车马里面染了甲车的双尾客官。待会你们到艺考村以后，你会发现没有江鱼，你会看到那个比江鱼小的那个官，头戴单板银冠和双板银冠。你要告诉外国人讲的话，英语单词就是个单词 office。大家注意，这个左手边有加山脉，是吧？你看看，你可以跑过去了，可以，这个杨总可以来。房屋之美不破坏，且占美心琼华苏和纳含的非常丰富，所以华京城啊，京郭都有呀。这个姑娘哪个学院毕业的吧？花的艳丽，她的官要怎么样？听我讲话了，这个博物馆呢，今天系统的听完讲解之后，博物馆有馆藏资料，那个资料非常具有收藏意义的画册，还是在哎，也就因为看到没有，精气神儿，男人精气神儿都在这里啊。不讲话，每个房子都听完之后，邀请专业的演讲。这张照片呢是整个兵马俑的精华图。他的头发是哪些？而且兵马俑有八千件，人家有那么多，哪个工匠制作的？必须把工匠的名字给刻在身上。朱公呀、姜呀、杨呀、王呀，好多你不会刻名字了。你做饭我可以找到你，性格颠倒，性格倒的就不念了，深层次的欣赏。你现在看他的面部。有那个颜色嘛，脱落咸丰咸阳窝咸阳咸阳是什么地方知道吧？咸咸阳是秦国的京城嘛，京窝的工匠，这个工匠哪个学院毕业的我都不知道，官窑的工匠，他的官窑就是北发民窑的工匠呢，就是老百姓手艺，他的作品表现出民间的老百姓手艺，咱这里买有都是纯天然的颜色，都是纯天然。这是和德国人合作的十年保护期间啊，矿燃料吧，风沙吧，植物里面的红花、绿花、紫花，几点色？好了，看完以后呢？
一、二、三，耶、yeah ！OK。这个要动哦。这个要动哦。这个要动。我是兵马俑。哎、欸，你头爱个阿伯，你头小多啊。很好，这大印子，所以中国的棉啊。接下来叫兵马俑。拍我。到底你是在拍谁？拍拍手！恭喜拿一双！Thank you.
当生意人。也当生意人。镜头。再数一下那个人情，你帮我数一下，你给我一个手势。来，王妈妈，我走了，差不多了。准备泡汤了，走。哎，这个屎！
拖吧。最后一餐。无啦，我改变这样子。明仔载迄有食无食差不多啊。丰富的晚餐。哎呦，先食一个看卖啊。阿包阿鸭包饭。干杯，撒路。今天把你刚刚的眼泪拿出来。三杯吐。三杯吐。今天要吃。兔，我三只兔，兔，二。抓好什么？耶！阿妈耶，看镜头。快呀！阿姐。哈哈哈！就等戏啊。哎，这个服务员。服务员。这服务员好眼熟，哪里都看过哦。好，不得吧？耶！上车。最后一天，再见。最后一天，拜拜。啊，陈吉明挥手。
拜拜。妹妹走。来，麻烦各位检查一下你自己贵重的东西，来。欢迎到机场。出现过这种情况吗？来那个。在这里啊。对啊。改了。我那个呢，跟后面这三辆车哦，就是我们就是租十六户。四十的飞机离开古都西安，前往下一站，结束我们美丽的这个美好的古都西安之旅，赶回温暖的家。哎，你高频高频啊哈哈，他关山你知啊？因为啊去坐啊去去啊，讲我们在我们家什么物件上出来讲高啊。陈景明，哎，挖过来，挖过来，转过来，转过来，转过来。我们所有人准备进了。Hello， 里面有了。来，我排队。在里头不干，里面进。换个表情，换个表情，换个表情。哎，你看，表情多哎。头伸出来，砍掉。一个叫太极宫，一个叫大明宫，还有一个呢叫兴庆宫。兴庆宫、大明宫、太极宫合称为唐朝的三大宫。那么我们一般会理解说，那这个帝王住的就一定是很小吗？和十四条的纵向大街，把长城分成108个小方块，这叫坊。老百姓居住的啊，老百姓居住的。所以呢，三重城墙，在城墙里边呢，有东市可以交易国内贸易，有西市可以交易国际贸易。那么唐朝历史上有三次著名的玄武门之变，就在这个地方爆发，就是我们今天看的城墙的面积。它是原来的皇城上，皇城的基础上，在明代修筑的，所以它的心里边的土是唐朝的。好了，各位嘉宾，哎，哦，哎，
挥挥手。挥挥手，挥挥手，做鬼脸。大大行，慢慢来行。哦，咱这团人啊多。用完餐我们又去走进了万种风情的华清池，感受到了当年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，我们也领略了当年这个幽王烽火戏诸侯的典故，以及西安事变的爆发地。呀，感谢吼，咱今仔日啊，咱总是甲保护啊，这个新冠疫情吼，未乱角度吼，呀，咱感谢咱台北第三位吼，啊，美女吼，来啊，这人来参加着咱本团啊嘞吼，啊，咱本团啊嘞，当然顺利圆满，啊，达成这个愿望啊嘞吼，所以讲嘞，再从这下先甲咱这阿姐感谢，谢谢，阿姐谢谢，董事长谢谢。阿姐你嘛谢谢，阿姐你嘛谢谢哈。我感谢吼，鼓励我吼，和咱这六天的吼吼，这个行程吼吼，大家拢足平安的吼，足顺遂，啊，大家拢耍啊足愉快的吼，啊，嘛有咧担当的吼，拄好吼，给阮这个机会吼，啊，阮本身来参加吼这六天吼，我咧百忙之中吼吼，专工吼专程吼来。来
信路，咱来转去平安顺遂，大赚钱，享三凤牛呢，一凤牛，再凤牛，三凤牛，请进。庄队是上下的陈国正，来迎三杯九九手，一杯九手，再九手，三九手，先。再归，叫醒，再叫醒，两叫醒，先，再归，叫醒，再叫醒，关叫醒，先，再行最近的啊，这个祈求啊，这个高客主人家啊，这个香火精神，信徒我接纳啊，去做朋友。正气平安顺遂大赚钱，行三吉祥的，你吉祥，再吉祥，三吉祥。